盆栽草莓开始进入挂果期了，感觉很快就可以实现草莓自由了。这棵是随株，大力推荐这个品种，长得快，及早熟，叶片也大，翠绿翠绿的。扒开叶片，里面的花絮一只接着一只的，也没遇到什么病害，真是不错的品种。这个是天使 A， 比随株早种一个月，但是它的整体冠幅却还没随株大，不过它貌似结果比随株更多，而且它的花梗很长的，能够探出花盆，也不会被叶片遮住，总体来说也是很优秀的品种。